人们常说战报会说谎，但战线不会骗人。上图是俄乌战争开始至今的战线变化图，蓝色为乌克兰从俄罗斯手中收复的土地，红色为俄罗斯占据的乌克兰领土。乌克兰能够坚持住战线并收复一部分领土，这跟乌克兰人保家卫国的战役有关，当然也离不开西方支援的军火物资以及情报。但从今年开始，乌克兰逐渐由攻转守，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两党党争导致军援迟迟不能到位。其实美国民主党从去年就在着手法案，想要继续援乌，但却赶上了美国历史最撕裂且由反对党控制的众议院，因此投票表决一再拖延，甚至不被寄以希望。2023年10月，借助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拜登向国会提出总额为1060亿美元的特别拨款请求，将援乌和援以捆绑搭售，试图赢得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支持。然而该请求却并未获得众议院的批准，众议院仅于11月2日单独批准了143亿美元的援以资金，援乌拨款则持续搁浅数月。所以在此期间，乌克兰出现了严重的武器弹药短缺。我们知道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已经打成了拉锯战，如今就看谁的导弹武器更多，谁的生产能力更强。但乌克兰严重依赖国外支援，由于援助没有跟进，无论是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还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甚至连普通的火箭炮都已消耗殆尽。而过去一个月，俄军攻击强度持续升级，多次使用导弹无人机和重型制导炸弹打击哈尔科夫。眼看着俄罗斯一路攻城拔寨，乌克兰则身处既不能打又没法防的局面。泽连斯基甚至直接发出警告，如果美国之前许诺的600亿援助继续拖延下去，乌克兰很可能将输掉这场战争。这种警告在乌克兰战争刚刚开打时都没有发出过，但它并非危言耸听。如今乌克兰的颓势的确很可能导致全面的溃败。而到了4月21日，乌克兰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根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月20日，美国众议院以311票赞成、112票反对、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乌援助法案。实际上当天众议院连续通过一系列的外援助法案，总额高达950亿美元，其中有80亿美元用于印太地区的援助，另外260亿美元用于援助以色列及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救助，而剩下的610亿美元全部都用于援助乌克兰。也许有的人不太了解这610亿到底是个什么概念，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从2022年1月24日到2024年1月15日，在这两年差九天的时间里，美国共为乌克兰提供了743亿美元，其中有463亿美元是军事援助。而这一次610亿美元中，军事援助就有超过500亿美元，其中138亿美元用于乌克兰购买先进武器，134亿美元用于直接从美军库存中提取武器弹药，110亿美元用于支持欧洲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138亿美元用于为乌克兰购买美国防空导弹系统，而另外还有90亿美元则用于对乌经济援助。以上这些援助将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经美国国会批准后，总统可以免除这些贷款的一半，其他可用美国冻结的俄罗斯政府财产偿还。目前这项610亿美元的援乌法案还需要通过参议院，并最终由白宫签字生效。当然了，该法案本就是参议院起草通过的，再次获得参议院通过几乎没有悬念，估计在下周二就会在参议院进行投票。理论上，反对援乌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可以要求逐个条款进行表决，并且通过冗长的发言来拖延法案通过的时间，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位共和党参议员威胁要这样做，因此该法案大概率在参议院能快速进入最终表决。而最后的总统签署环节，拜登本人早已表现得迫不及待。当援外法案以高票结果通过后，拜登是这样说的，我敦促参议院迅速将这一方案送到我的办公桌上，这样我就可以签署使其成为法律。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后，
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表达了对美国国会两党以及约翰逊议长个人的感谢。显然，法案能够通过，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投票结束后，约翰逊表示，他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他说，现在向乌克兰提供关键援助至关重要，我们不能用这个玩政治，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而在这次投票中，全部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另一边的共和党有101名议员投了赞成票，112名议员投了反对票，一人弃权。其中投反对票的共和党议员大部分是川派成员，并且在约翰逊推动法案通过后，他们扬言要罢免约翰逊，让他落得和麦卡锡一样的下场。目前包括格林在内的三名共和党人已经开始谋划罢免，但这一次罢免的过程将不会顺利，因为部分民主党人已经表态，他们将在关键时刻支持约翰逊。虽然民主党众议院领袖杰弗里斯拒绝透露是否对约翰逊的支持，但国会乌克兰核心小组联合主席奎格利已表示，他此刻对约翰逊非常尊敬，他愿意在关键时刻支持他。这意味着部分民主党人暂时抛弃了党派成见，准备帮助约翰逊渡过难关。法案通过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也称赞约翰逊，称众议院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其实，从既往的政治观点上看，约翰逊可以算是一个纯粹的共和党人，其具备所有与民主党吵得不可开交的政治主张。他反对堕胎，主张限制性少数群体，支持川普，并认为2020年的美国大选在程序上存在瑕疵。甚至在乌克兰问题上，去年他还阻止国会通过一项398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而在最弱势议长麦卡锡黯然离场后，约翰逊本该表现出川派预期的更强硬、更不妥协的对抗精神，但最终他却选择了让援外法案顺利走上谈判桌。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自己毕竟只是个过渡议长。既然如此，不如选择在这一时刻留下政治遗产，为今后的政治生涯铺路。现在离2024年大选还有6个多月，众议院也将和总统一样进行选举。虽然现在分析师们不能判断拜登和川普到底谁会获得胜利，但基本认为民主党大概率会夺回众议院，也就是说，约翰逊最多只能再当7个月的议长。而且即使以后共和党人再夺回众议院，大概率也不会选约翰逊再做议长，因为他本就是麦卡锡下台后妥协的产物。此时约翰逊的心里大概也压下了赌注，并且可能认定了川普无法赢得选举，所以不如着眼于后川普时代。而就年龄来看，约翰逊52岁，还有大把的时间。在如今的俄乌战场，这次的法案也许将决定结局，而约翰逊则可以动用手中有限的权力决定历史的走势。这是任何一个政治家毕生梦寐以求的时刻。当然，约翰逊此次成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将两党都关心的法案全都绑定在一起，逼得两党不得不加速通过。乌克兰是民主党关心的话题，以色列是共和党关心的所在，伊朗制裁和 TikTok 剥离法案则是两党共同关心的议题。几乎所有议员都能在法案中找到自己想要的那部分，为了让自己支持的内容通过，就必须接受不那么喜欢的内容，这也是约翰逊使用的政治技巧之一。而在约翰逊通过法案后，川普也改变了口风，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称，乌克兰的存续对美国很重要，但对欧洲更重要，欧洲应该在战争中付出更多，并称如果自己是总统，那么战争根本不会发生。我们知道，川普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个灵敏的政治动物，他的这个表态不是平白无故做出的，他的口风变化也标志着美国精英已经达成了援助乌克兰的共识，即使强如川普也只能屈从于这股压力。而战场另一边的俄罗斯最怕的倒不是美国援助给乌克兰多少，他最担心的其实是美国政坛的主流态度是否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之前俄罗斯既希望共和党牵制住民主党，以减缓美国对乌援助的速度以及力度，这样才能让自己获得喘息之机，但如果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达成了共识，这对于俄乌战争来说影响是不可想象的。
而从目前的投票结果来看，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在援乌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美国现在就是援乌阵营的盟主，盟主的态度定下来，那么对于俄乌战争来说也会产生极大影响。当然了，即便有了这600多亿，也不代表乌克兰就能击败俄罗斯。俄乌战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双方必然要付出巨大的持续的牺牲才能击败敌人，这一基本事实依然不会改变。